我今天过来是来跟你道别的。这支录音笔，工作已经都交接好了。我也向公司递交了辞呈，之后的工作都会给你安排好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王作家，再见。你就喝个酒，哎，至于吗？你好，您是王普的小姐吗？是啊。我是乐道配送员，然后我们接到了一个冯天蓝先生订单，说把您送到酒店去。您看您准备好了没有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您好，您是王普的小姐吧？对啊。冯天蓝先生说他已经问过医生了，您除了喝多了之外呀，没有别的事儿，让我把您送到酒店去。买个外卖送我回酒店，冯天蓝，全球荒谬排行榜你绝对能进前三。病号服得还我们。我不走。你好，王小姐，冯天蓝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。按照冯天蓝先生的要求，为您更换了一套房间。他是你男朋友吧？对你可真好。说什么呢？顶多算商务关系。哦。喂，王作家，早安。什么事？快说。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冯天蓝离职的事儿。真离职了？我也是很突然啊，毕竟他是最近一段时间跟您最久的编辑了。我曾经还出现过一丢丢的幻觉，我以为他能跟您当书稿交稿呢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小冯还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。哎呀，但是王作家，咱这书稿可不能停啊！多少读者日盼夜盼，就盼着您的书稿呢。啊，我看现在起势不错，要不然，咱就起个头。我这也不是催更啊，咱就起个头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要不要我再陪陪你？Thank you.
应该开始弄了吧。我在家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你可能会不理解。当然，我也不渴望别人能够理解。看到你躺在浴缸里，我承认，那一刻我内心感到了很恐惧。这种恐惧让我变得很胆怯，让我不敢面对。在我走之前，我也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消解你对我的。算了，这个故事还是从这儿开始讲吧。不想再玩捉迷藏了。你也知道了，我也是比较懦弱的人。具体讲起来，就是那种一味服从、不懂拒绝的人。这位呢是我们班新来的转校生，叫张海北，大家欢迎一下。海北，你坐那儿吧，那儿吧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自习。冯天蓝，天还是福？天。冯天蓝同学，我觉得你这位置不错，要不然你让一让，把这位置让给我。
不用自己说自我吗？哎，知道老师喊我们来干嘛吗？啊，进。叫你们来呢，也不为别的事儿，这不是高二新学期开始了吗？去年呢，天蓝骨折没赶上军训，还有你啊，海北，转学过来也没有参加军训。你们两个人是知道的啊，咱们这个学校呢不参加军训是拿不了毕业证的，所以呢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你们两个人下周呢就跟着新生一块重训吧。一想到十七岁的我还要去军训，叛逆期的我又想再次叛逆，正赶上当时是英雄联盟风靡的时候。晚上我和同学相约陶子熙去网吧，于是很疼的。小心！报告教官。什么事？不舒服。那你先休息吧。谢谢教官。李总。你这咋弄的？我这也不是运气不好吗？胳膊受伤了，带伤军训啊？嗯，不行啊。谁？对齐了，对齐了啊！王葡萄是一个特别神秘，但是脑洞特别大的新人小说作家。他今年刚出版的小说特别好看，我甚至想给他公司打电话催稿，什么时候出新小说？但是网上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，除了出版公司，我们粉丝对他一无所知。那我也要买来看看。你就别勉强自己了，他的小说都有点小阴暗。冯天蓝，走走。
我突然想到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快迟到了，快走吧。啥？哎，没什么，走走走走走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！谢谢。嗯，这个比那家老字号的还好吃。还不是因为太晚了，老字号都关门了。老板，来两瓶啤酒。酒。酒驾。知道我叫你们两个人来干什么吗？别装了，你们两个人的成绩，一个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。明天把你们家长都叫来，我得好好跟他们聊一聊接下来对你们的安排了。全年级倒数第二，冯天蓝啊，冯天蓝，你也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小时候也不这样啊，怎么长大变成这样了？我看呐，就是让那个张海北给带坏的。你跟人家能一样吗？啊，人家呀，路子已经铺好了，没准过几天就出国了。你天天跟着玩，你能出国吗？以后啊，你们两个少跟我一块凑。哎，
挨骂了？我也挨骂了。那你还那么高兴？挨骂其实也挺好的，最起码能得到点关注。我和爸妈也没说了，我不想出国。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。我说完和你说吧，我不想考大学了，以我现在的成绩，也考不上。胡说，你得上大学。我听说其实大学可好了，不用每天被逼着做事情，可以更自由。手表响了，手表。你的，对不起。哎，那这样，咱们约好了，考同一所大学，然后继续我们的疯狂行动。那我们做什么？这样，我们呢，先约定20条，把你想干的、我想干的都写下来。好，我想想啊，我想学弹吉他，我也想学，那我们可以组个乐队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骑摩托。你有驾照吗？没有考嘛，成年了，上大学就成年了。行行行行。有一些相遇会让命运重新装点，心事片里的每个晴天，用微笑与信念去迎接。凋零的花朵曾经治愈了世界，种种际遇或许是在为某人铺垫，距离下一次欢喜雀跃，还需要经历什么蜕变？夜色灯火耀眼，
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夜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。